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一场隆重的干部点名大会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大学青州士官学院举行。可其中一位军官却无故缺席。部队向来是管理制度最为严格的地方，这一点在军校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不按时归队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表现。值班干部随即拨打了那名军官的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声音：“我爸爸不在，他救人被淹死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值班干部直接愣住了。早上他们之间还笑着打招呼，一转眼变天人永隔，一个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名舍生取义的军官又是谁呢？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五月十三日上午九点，美丽的青州市南洋河畔游人如织，处处都是鸟语花香，大好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 时年三十一岁的沈兴正带着妻子和女儿欣赏着美丽的景色，突然女儿发现河边有几对新人在拍照，于是一家人便往河边走了过去。快来人啊！有人落水了！有没有会游泳的？赶紧下去救一下！就在一家人享受着难得的美好时光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忽然从河边传了过来。沈兴闻言望去，只见一个孩子正在河水中挣扎，情况危在旦夕。他立刻就要沿着河堤跑过去救人。 可是妻子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丈夫的水性并不好。妻子虽没有任何言语，但他眼睛里闪烁的光芒还是触动了沈星。他用力握了握妻子的手：“你放心，我会游泳，你把女儿看好，我很快就回来。”说完这句话之后，沈星就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落水的男孩，随即一跃跳入了水中。“爸爸，爸爸，你快上来！”年幼的女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到父亲跳进水中，他被吓得大哭。沈星的妻子只能一边安抚着女儿的情绪，一边在心里为丈夫默默祈祷。可没想到，丈夫这一去就成了永别。五月份的河水还带着几分寒意，沈星下水之后，呼吸立刻就变得急促起来。但他并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简单调整之后，便奋力游向了那个男孩。别怕，孩子，叔叔这就来救你。很快，沈星便游到了落水男孩的身边。 他用一只手用力托举着孩子，不让他沉入水中，然后用另一只手朝着岸边游去。很明显，孩子当时已经被吓坏了，他死死地抱住沈星的脖子，不肯撒手，这让沈星的体力出现了极大的消耗。沈星本身就不是水性特别好的人，他拼尽全身的力气才把孩子带到了岸边。但是河堤上长满了湿漉漉的青苔，沈星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把孩子推上岸，他只能大声呼喊岸边的人过来帮忙。 幸好有两名热心男子加入了这场救援行动，他们一左一右拉住了男孩的胳膊，然后奋力将他给拉了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沈星一直在不断用力向上托举。男孩成功获救后，他也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因此，等到岸上的那两名男子准备再搭救沈星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踪迹。你们快救救我老公啊！他还没有上来呢。沈星的妻子满含悲痛地朝围观人群吼出了这句话。 之后，虽然有人下水进行寻找，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很快，附近的民警和消防队员也赶到了现场，一大批人都涌入河内进行搜救。可由于水流比较急，直到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沈星才被打捞上岸。但当时的沈星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任凭医护人员如何抢救，都再也无法挽回沈星的生命。沈星的妻子见状嚎啕大哭，还不懂事的女儿也跟着大哭起来，围观者无不动容落泪。 沈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也正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那位无故缺席的军官。沈星的出身十分普通，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老家。从小，他就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贫苦的生活让幸福变得遥不可及，但也让沈星牢牢抓住了生命的机遇。他明白，一切都要靠努力来争取。生活教会沈星的道理，不只体现在精神上，还深刻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 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田里打猪草，有时候还会提着簸箕去拾粪。村子人都夸赞沈家生了个好儿子，都认为沈星将来肯定会很有出息。当然，一个人通往成功的道路是离不开教育的。即便生活在艰苦，沈星的父母也没有吝啬在教育上的投资，他们尽最大的努力给沈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几年的时光一闪而逝，告别了生命中的启蒙老师，沈星很快便要去县里读中学了。 但每次离开家时，沈星都十分不舍，因为他知道生活的一切重担都压在了父母的肩上，而他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这条读书之路似乎怎么也望不到尽头。因此，沈星的心里经常会感到阵阵自责，但他同时也清楚，只有读书才有机会扭转现在的这种困境，所以他不敢浪费哪怕一丝一毫的时间，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学习文化知识上。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很快便给他带来了回报。 读书这件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沈星为之倾注了他的所有汗水，最终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沈星成功考入了当地一所著名的高中。在那个文盲遍地的年代，这样的成就少有人能够达成。幸运的是，沈星抓住了这样的机遇，他的父母也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骄傲。十年寒窗苦读所付出的艰辛，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兑现，沈星感到十足的欣慰。但他也明白，今后家庭将要面临更大的压力。 为了不让父母吃太多苦，沈星一度产生了退学的想法。最终还是父亲将他给劝了下来。你要是现在不读了，那我们这些年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无论是为你自己也好，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你都要坚持把这条路走下去。父亲的一番话点醒了沈星，他不再纠结于退学的事，又回到了以前努力学习的状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高中三年的积累和沉淀。 沈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高考。出于对成绩的自信以及满腔爱国情怀，沈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身体素质，沈星被顺利录取。两个月后，正式踏上了离乡的火车。从那一刻开始，沈星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方向，也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比起应征入伍的普通士兵来说，军校生身上的担子要更重一些。因为军校生不仅要像士兵那样接受体能训练，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先进的知识理念，用青春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虽然军校生的管理不如部队那么严格，但沈星也从没降低过对自己的要求。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五点他都会起床接受体能训练，把别人休息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因此一张作息表排的是满满当当。 沈星的优异表现很快便获得了学校领导的赏识，因此他后来被提拔为了小队长。小队长这个职务虽然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他还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即使每天的训练任务既辛苦又乏味，沈星也从没有抱怨过，始终保持着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寒过暑往，春去冬来，几年的军校学习生涯一晃而过，沈星即将走上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鉴于他在校时的优异表现。 沈星被安排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大学青州士官学院任训练部参谋，终于让他实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可是沈星渐渐觉得现有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最初的志向是为了更好的报效祖国，用自己的青春助力国防事业。然而他的专业领域完全无法支撑他的这种想法。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全面，沈星开始跨专业学习更先进的国防技术和理念。 但正所谓隔行如隔山，有些知识理念看起来是互通的，但学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沈星只能从最基础的理念开始学习。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一定要攻克研究生的所有课程，顺利拿到硕士学位。打那以后，沈星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把所有空闲时间都放在了自习室里。 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导弹工程的相关知识，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解决。很快，他的理论水平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沈参谋，你放着好好的军事交通运输专业不干，转头去钻研导弹，你以后这是要抢我们的饭碗啊！每次沈星跟同事请教的时候，都免不了要受到一番打趣。但玩笑归玩笑，平日里同事们还是会耐心地为沈星解答各种疑惑。日复一日的辛苦没有白费。 不久之后，沈星的努力再次得到了兑现，他成功考上了武汉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的研究生，正式成为了二炮的一名军官。二零一零年九月，沈星正式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涯。但他明白，这一路走来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比起远大的前程，更让沈星放不下的是他的妻女。离家入学时，他女儿才一岁有余。沈星是一个军人。 但她同时也在扮演着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可繁重的学业让她无法兼顾两者。她临走的时候是带着满心亏欠的，因此她只能通过努力学习来尽早结束这种局面，好弥补对家庭照顾的缺失。二零一二年五月，沈星的学习生涯总算是告一段落，这下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多陪陪妻子和女儿了。回家后见到女儿后，已经三岁多的女儿十分开心，整天都黏在爸爸的怀里不肯离开。为了弥补对女儿缺失的爱。 沈星硬生生为他挤出了一些假期，然后利用这些时间带妻子和女儿出去游玩。转眼时间来到了五月十三日，这天一大早，沈星便向当天的值班干部请了假，临走时还明确表示下午会赶回来参加点名大会。回到家之后，沈星便带着妻子和女儿出门了。他们先是逛了商场，然后有说有笑的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南洋河畔。之后看到男孩落水，沈星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跳进了水里。 落水男孩被成功救起后，他却因为体力透支沉入了河里。当天上午十一点，沈星被打捞上岸，可这时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体征。医护人员对其进行一番奋力抢救，也没能等来奇迹的出现。年仅三十一岁的沈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妻子当场哭得撕心裂肺，始终不愿意接受丈夫离世的现实。年幼的女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发现自己怎么也得不到爸爸的回应时，大大的眼睛里立刻噙满了泪水。 看着眼前尚且年幼的女儿，沈星的妻子只能哭着将她拥入怀中，然后安慰她：「爸爸只是睡着了。”只不过沈星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的一天。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好爸爸、好丈夫，也少了一个真正的英雄。由于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沈星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牺牲的消息，以至于当点名大会发现他缺席的时候，值班干部还第一时间打电话进行了询问。 可结果却从沈星的女儿口中得知，她已经牺牲了。这个消息让值班干部直接愣在了原地。沈星临走时的话语还萦绕耳畔，结果不到一天就已经天人两隔。挂断电话之后，值班干部第一时间将消息上报给了学院的领导，领导们立刻前往医院进行了核实。结果看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沈星的遗体正孤零零地躺在停尸房中。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齐刷刷向沈星的遗体敬了一个军礼，几个和沈星关系比较近的同事已经忍不住哭出了声。他们还没来得及给沈星接风庆祝，就这样被生死隔开的界限，任谁都难掩悲痛。最可怜的还是沈星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因为悲伤过度，已经几乎站不起来了。学院的领导见状上前安慰道：“沈星是我们的好同志，他是人民的英雄，他的离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你一定要节哀，好好把孩子抚养长大。” 今后有什么困难，国家都会尽力帮你们解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沈星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青州市殡仪馆举行，许多群众自发前来送英雄最后一程。当时被沈星救上来的那个男孩只有十二岁，是沈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出殡当天，那个男孩也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场，男孩跪在沈星的遗像前，久久不愿起身。在那场意外发生之前，他们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可沈星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 这种舍生取义的果断，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的纵身一跃，成功挽救了别人的家庭，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许他曾为妻女产生过一丝犹豫，但他绝不会为自身的行为而感到后悔。这就是一个军人的担当。正是因为我们身边有无数个像沈星一样的英雄，所以我们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我们的社会才能稳定安全。因此，我们要向沈星致敬，向每一个无私无畏的军人致敬。 那些为人民牺牲的英雄虽死，但他们的灵魂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看完了二炮军官沈星的故事，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